我在游泳啊。游泳？嗯。游泳好玩吗？好玩，特别特别好玩。真的好玩吗？嗯嗯。哎，那你在树上干嘛呢？我在树上跳着玩呢。树上？哎哎，树上好玩吗？你看，可好玩了。可好玩了。小鸭，我想到河里去玩，但是我怕水，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待会儿啊，你要让我到树上去玩，你呢到河里来，我就把你拖住，可不可以呀？好啊，可以，可以呀，太好了，小鸭。但是你要拖住我，我可怕水。没问题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好的。快来！我拖着你啊！小鸭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！哎，没问题，我小鸭可是游泳冠军呢。好，坐好了啊！坐好了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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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！哎，水里真好啊！呱呱呱呱呱呱！凉凉的，真清啊！哎哎，小心小心，当心别掉在水里了啊！好好好。怎么样，再游两圈吗？好。呱呱呱呱呱呱！真好玩，真好玩。小鸭，我要上岸去了。你等等我呀！你不是说要带我到树上去玩的吗？对对对对，走吧，小鸭。好吧。帮帮我，帮帮我呀！好，预备。我上来了。还上去了，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站得高看得远呢。可以看好远的，是不是？你高兴吗？我真的很高兴。小鸭，以后没有事就陪我到树上来坐坐好吗？好啊好啊。太好了。我们是朋友。我要抓住小蝴蝶。又飞了，你别矮一点，我要抓。
帮帮我，帮帮我。来，我扶着你。妈妈。小鸭加油，小鸭加油，小鸭加油。小鸭快点，你上来了。糟了，小鸭，小兔它怎么不呼吸了啊？它怎么了？它看我的。有点心跳了。再按几下。小兔，小兔，你没事吧，小兔？我怎么没事啊？是你们救了我吗？是的，你刚才掉到水里去了，我们把你救上了岸，现在没有事了。是你们救了我。对呀，对呀。谢谢小鸭子，谢谢小松鼠。没关系。哎呀，你下次可要当心呢。把我吓死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去找妈妈啦。这样吧，我驮你过河，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小心啊。小鸭子，真的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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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小鸭子，再见。再见。我要回去找我的妈妈了，再见。小心呐！再见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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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哎，小松鼠，我又想上来玩了。小鸭，天气不早了，妈妈该着急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明天我们再玩吧。好吧，好吧。记住明天拖我下河游泳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身体好。锻炼身体好。小鸭子过来呀，我们下去踢踢球了，快点快点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点点，你怎么这么调皮呀？妈妈喊了半天你也不答应。今天我要带你去外婆家。你外婆呀，非常非常想你呀。啊，到我外婆家？好好好，外婆家有好多好吃的呢。真棒。小点点就知道吃。可妈妈，我又不想去了。为什么不想去呀？我就是不想去，妈妈。为什么呀，小点点？不想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点点你过来，你怎么了？你跟妈妈说说，为什么不去外婆家啊？妈妈，妈妈，外婆家有条黄狗。哦。我每次去都冲我汪汪叫，吓得我心惊胆战的。要不这样吧，妈妈，外婆家有什么好东西啊？你就给我带回来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，妈妈？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去。不行不行，回来回来，孩子，回来回来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鸭子，你怎么会怕外婆家的小黄狗呢？外婆家的小黄狗啊，它是非常非常乖的，它乖，不会咬你的。它是外婆最喜欢的，它是外婆的开心果呢。而且呀，它还会看家护院呢。可是妈妈，妈妈，外婆的开心果应该是我才对呀，怎么会是小黄狗呢？哎呀，
你不是不在他的身边吗？你要在他身边，你就是他的开心果啦。是真的吗？嗯，那只小花狗啊，是很忠诚可爱的。嗯，怎么个忠诚法啊？它不仅看家护院，而且有一天晚上，你的外婆睡着了，有个小偷轻手轻脚去你外婆家偷东西，他呀，被小黄狗给发现了。哎呀，那个小黄狗就汪汪汪的使劲叫，把你外婆啊给惊醒了。哦，小黄狗啊一下子就冲过去，把小偷咬了一口，小偷啊吓得飞快的就逃跑了。你说，这个小黄狗它好不好啊？它乖不乖？你喜欢它吧？嗯，是应该喜欢。对，可是乖倒是乖，可是我怕狗。嗯，妈妈，我害怕。哎呀，妈妈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哎呦，不行，你外婆想你想的都快生病了。嗯，不行，今天你一定要跟妈妈去。来，妈妈牵着你走。嗯，走吧，跟妈妈去看看你外婆。外婆为什么要养狗呢？哎呀，点点，你就快点走吧。哎，点点呐，快点，乖，快点走，别磨磨蹭蹭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万一小黄狗它一看见我，它就咬我，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妈妈，你教教我吧。哎呀，那是因为你不懂狗的天性，狗呢是欺软怕硬的，你要是跟它硬呢，它就软了。你要是软，它就硬了，它就会汪汪汪叫个不停。妈妈教给你个诀窍，很简单的。什么诀窍啊？小黄狗要是不停地对你汪汪汪的叫，你就这样，你弯下腰，捡一个小石头放在手里。干嘛要打它呀？对呀，只要做下蹲的动作就行，你会把它吓跑的。啊，真的这样吗？啊，就是啊。妈妈，你看啊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如果我们去外婆家，外婆家的小黄狗它冲我汪汪的叫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捡一块石头，假装打它，它就会逃跑的。可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它的本能，保护自己。哦，是这样。好了吧，快点跟妈妈走吧，我的孩子，外婆真的很想你。可是妈妈，我还是怕。你有什么可怕的？不用怕了，快走，狗和我们是好朋友，只要你对它好，它就会对你好的。可是它叫起来挺吓人的。它那是在吓唬你。妈妈，外婆家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外婆最会做好吃的了，点点去了会给你做更好吃的。哎呀，小鸭子啊，你外婆家都到了。快去叫你外婆，快去呀。可是外婆见到你呀会很高兴的。你外婆的耳朵有点背，你得叫得大声一点好吗？外婆，外婆。妈妈，妈妈。妈妈。小鸭，妈妈刚才教你的办法，快捡石头啊，快捡石头。嘿，你再过来我就打你了啊。哎呀，你看看妈妈教你的办法多管用啊。快去喊你外婆吧。哎呦，是谁来了？我的狗吵得这么凶啊。妈妈，是我们来看您来了。哎呀，是小鸭点点啊。哎，难怪我的狗吵得那么凶呢。哎呦，妈妈，您快别说了，你外孙怕你的小黄狗啊，他一见到生人就汪汪汪的叫个不停，点点呢，非常非常害怕呀。哎呦，点点呢，你难道还害怕狗啊？外婆，我跟他不熟。不怕不怕，来，跟外婆进屋，快快，走，进屋去啊。你看小狗多喜欢你外婆呀。外婆，你先进去吧。哎呦，快快进来吧，没事的。外婆好想你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叫了，快坐好吧。知道吗？
这是你的小主人来了，你乱叫什么呀？哎呀，点点呀、啊，外婆真的好想你呀、啊。嗯，外婆、啊，你怎么让他坐下，他就能坐下呀？他呀，他其实是个很乖的小狗，他现在和你不熟，他才对你叫的。哦，这个狗啊，他是我们的好朋友，嗯、你不要怕他。只要你对他亲热，对他好，他也就对你亲热，对你好了啊！不要怕他，他是很听话的，听我的，不要害怕，好吗？可是，外婆，我怎么亲热他呢？你等着啊，小黄狗啊，过来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你的小主人，你不要欺负我的乖孙子，他还小，他还有点怕你啊。来，不要动，让他摸你一下。过来，过来，别怕，别怕，来吧。啊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小狗啊，你轻点，轻点，不要吓到他。嗯，外婆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干什么呀？他在闻你的气味，他对你的气味熟悉了，你就可以和他做朋友了。哎呦，我说小狗狗，你动作轻点，别把我的外孙给伤着了啊！让他们玩玩吧。哎呦，妈妈，这是我给您买的东西。您身体还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来看我呀，我就好了。我们呢？以后会常来看您的。有，你看他们两个玩的多好啊。可不是吗？外婆，外婆啊，我对你说，小狗它不咬我了。哦，认得你了。嗯，你是它的朋友了。嗯，小狗乖了吧？嗯，特别特别的乖。就是嘛，外婆跟你说呀，这些小动物它都跟我们是好朋友，他们呀最懂得谁爱他，他就对谁好了，所以呢你对他好一点，他就不会跟你乱吼乱叫的了。嗯，知道吗？嗯，哎呦，你外婆说的就是对呀，听见了吗？嗯，现在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好好。你看他们玩的多好啊，多开心啊。呱呱呱呱呱呱，该洗澡，身体好好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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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就是这儿啊。嗯，就是这儿吗？对，就是在这里掉下水的。哦，真危险啊，快点快去找救你的人吧，咱们快点。嗯，小鸭子，小鸭子呢？小鸭子，小鸭子，啊，小鸭点点，妈妈，小鸭点点来了。小兔，你叫我干什么呀？你好啊，小鸭子。妈妈，是他救了我。啊，是啊，昨天我的孩子在河边玩，是你把他救上来的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呀。啊，来来来，这样吧，我送你一篮子水果表达我的谢意吧。啊，不要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呀，拿着吧。哎呀，小鸭子就拿着吧，你是一个乖孩子。嗯，小鸭子你就拿着吧。谢谢你救了我。谢谢了。哎，以后到我们家来玩吧。啊，再见了，小鸭子。啊，小鸭子，上次我忘了谢谢你，今天我是来特地谢谢你的，我回家去了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再见，小鸭子。再见。可是，兔妈妈。小鸭子。小兔，小兔，哎，哎呀，哎，他们怎么不听我说就走了呢？可是，昨天是我和小松鼠一块儿救他的呀，他怎么把小松鼠给忘了呢？嗯，嗯，哎呀，这水果可真新鲜呀，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一定非常好吃。可是我不能一个人吃这些水果呀。这么多好吃的水果，我应该把小松鼠叫来，我们俩一块儿吃。就这么定了。我现在去找小松鼠，我们俩好好的饱餐一顿。对，去找小松鼠了。小松鼠，小松鼠，小松鼠。小鸭，小鸭，你这么早就叫我下去游泳啊？不是这个事儿，你下来吧。我下来干什么？我今天不想游泳。哎呀，你下来吧，快点儿。好吧。小鸭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知道这水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？我又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这水果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昨天啊，我们救了小兔，小兔和他妈妈今天来谢谢我们了。我呀，把它拿来，咱们两个一块儿吃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小鸭。我非常非常喜欢吃橘子，只是我不会游泳，我没有救小兔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小兔是我们一块儿救的呀。不对不对，是你救的。是我们一块儿。是你。哎呀，是我们一块儿。不对，是你。你想想，我连游泳下河都是你驮着我，我怎么可能救小兔子呢？我敢吗？是你救的。可是，哎呀，小松鼠，我可真傻，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我是怎么跳下河去救小兔的呢？你能不能告诉我呀？这个我知道，当时我们俩坐在树上玩，突然发现那只小兔子扑通掉到水里去了，我看见了，可我不会游泳啊。我只好对小鸭说，快看呐，小兔子掉到水里去了，你快去救它吧。于是你就把它给救上来了。嘿嘿，哎，小松鼠，我就说嘛，是你跟我一块儿去救的。如果不是你告诉我小兔子掉到水里了，你叫我去救，当时啊我也吓傻了，我都不知道做了什么。所以啊，我刚才说了，是咱们俩一块儿去救的。这水果啊，也应该有你的一半。我好久没有吃到橘子了。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了。那我们一块儿吃吧。好的，小鸭。小鸭。小鸭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那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可是最甜、最棒的。我这个也很甜。